同修改名字后，师父梦里叫过他的新名字，他就以为自己升文成功了。但是最近两次总是梦到自己的老名字，那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很简单了，灵动性不够呀，新名字。哦，就是还需要多叫才行。当然了。那他还需要再升文吗？还是只要叫灵动性？一般的三个月呀，100天才能起效果呀。他这个已经超过三个月了。那就叫的人不够呀。好，明白了。嗯，但是。